中国的佛教徒不管见到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常常说阿弥陀佛，好像见面的时候分手的时候表示抱歉谢谢对不起或者太好了等等呢，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或表示自己难过生气不愉快的事情也是说阿弥陀佛。为什么这句话的含义包含这么广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这是一种习惯，因为在唐末之后啊，在五代的时候，有一位永明延寿禅师，他每天念阿弥陀佛十万声，在任何时间他都是在念佛，吃饭在念佛，睡觉在念佛，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心中也在念佛，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在念佛。他劝人家也是啊，这样子去修行，在日以继夜的都要念佛，才能够念上十万声，否则的话念不到的。因此他是啊，无时无刻不是在念佛啊。那么人家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如果他还在默念佛号啊，人家就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啊。所以他就比如说称哦延寿禅师啊，他说阿弥陀佛，他实际上内心还在念，并不是因为听到人家叫他念延寿禅师的时候啊他在念叨，不过呢本来是在默念，现在因为人家要叫他让人家知道他是听到了，念一句阿弥陀佛，人家说啊，他已经听到我讲话了。然后说哎，延寿禅师我要向你告假了，他就这么讲呢，阿弥陀佛，这个很简单呐、啊，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表示说啊，我知道了，你已经呢、啊、要走了。那他不要讲话，这是说这等意思就是回他的音呢、啊。但是延寿禅师啊，我今天回去要拜佛好不好啊？延寿禅师说阿弥陀佛，那你就拜佛你就拜吧，等于说你愿意发这个愿你要拜佛吗？你就拜吧。就今天晚上我不想睡觉了，我专门一直拜下去拜佛好不好啊？他就见阿弥陀佛，那就是说你就整夜不睡觉吧，这是你自己要这样子做吧，那是好的。那延寿禅师啊，今天我跟着你一起拜佛好不好啊？他要考虑一下，如果好的话叫阿弥陀佛他就没有事了，如果不好呢，阿弥陀佛不方便，因为他还在念嘛，来不及刹车，来不及刹车，他是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那但是不方便，那下边还是要回答一句话。其实他讲不方便的时候心里面还在念阿弥陀佛，所以在任何事情发生的都是念阿弥陀佛，见到了你早啊阿弥陀佛，晚安阿弥陀佛，今天呢我要怎么做了阿弥陀佛，今天你最好怎么样啊阿弥陀佛，他这个人真是坏人呢、啊、念阿弥陀佛，你骂人你批评人我念阿弥陀佛，表示说你要好好的念佛吧，你不要去啊就骂人批评人的啦。我今天晚上去杀人好不好，阿弥陀佛的意思是说就是赞成他杀人吗？这是既然念了阿弥陀佛你还有这样子的一种狠心诚心去杀人吗？就是叫你也念阿弥陀佛的意思。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这句话呢随时随地啊的用处啊太大了，正面的反面的，这个回答的甚至于请教的
都可以，都可以用这句阿弥陀佛啊，来达成呢、啊、你的啊目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念阿弥陀佛，能够啊，使得自己的心平静，使得他人呢、啊、能够回心转意。他人如果本来已经是啊，是个佛教徒学佛的人，听得你念阿弥陀佛，他生欢喜心，他会起精进心。如果他不信佛教的，他也没有修行的，听了你念阿弥陀佛呢，他虽然不会信，但是呢，他不会啊那样子的呀，不喜欢你。我听到说啊，这个我们在老蒋总统的时候，马路边上的树杆上都贴上了南无阿弥陀佛，好多地方都贴。那他的有一位啊侍从啊，是一位基督徒，他也知道老总统呢是信的基督教，这就跟老总统讲啊，这个阿弥陀佛不准贴啊，最好把它撕掉它。怎么贴得很不雅观，到处贴的这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好消极，这个没有精神，而且呢破坏这个美观。老总统怎么讲呢？老总统啊说阿弥陀佛，他说这个我们信啊不信啊，那个有个阿弥陀佛挂在那个地方，人家就不会做坏事呢。看到了阿弥陀佛，对着阿弥陀佛杀人放火是不会的。我们虽然信上帝啊，但是呢这个阿弥陀佛还是有用的。因此有时候呢，中国的基督徒也会念阿弥陀佛，为什么用这句话来代替啊？是啊，这个意义啊比用什么话来表达更好。阿弥陀佛。